但是啊，一直不知道名字。后来上了高中以后啊，发现这个植物的名字啊叫做射干。那时候啊，觉得这个名字太污了，就不好意思说出口。后来上大学以后啊，经常在药学院他们植物园里面经常逛悠，他们就告诉我啊，这个东西叫叶干，不叫射干。那时候啊，才觉得自己多么的无知啊。然后啊，它的叶子啊，长得真的是像鸢尾，但是啊，开花啊，它是在秋天开，鸢尾啊，一般是在春天开。这个东西啊，耐热耐寒，它不仅下面跟鸢尾似的这个树根可以分块分根进行繁殖，并且上面结的种子呀、啊，掉地上也能播种，并且复合率还很高啊，真的是非常皮实，病虫害也少。鸢尾花春天开，它呢这个秋天开，并且还带着这种豹纹的小斑点，真的是非常的飘逸灵动啊，觉得有用，点个赞再走。